啊，学佛的人不争权，不夺利。佛灭度教导我们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不怕苦，苦一点消业障啊。我们求的跟世间人求的不一样，世间人求富贵，我们求明心见性，跟富贵不相干，走的是两条路子。啊，现在我们的德，我们的智慧都不足，我们的烦恼习气业习很严重，学佛知道很难，要无量劫，要生生世世，不是一世能做得出来的。啊，那现在我们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了阿弥陀佛，这一生就能成就，无量的欢喜啊！啊，这个缘分呢，那要抓住啊！若不抓住，要错过了，那叫真错了。世间什么样的大错误，都无所谓，这一桩是真错了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每个人遇到就能成就，就怕你遇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缘是不可思议，无比殊胜的缘分。